就是六。 横竖都是个死，不如和你们同归于尽。美嘉，你跑不掉了。 是谁想跑，还不一定呢。阿嫂，弟兄们接你来了。妖王有命，誓死护卫阿嫂。大人还有要事相商。想走，先为我流花宫弟子偿命。 阿嫂，先过了我这关。阵旗，我来挡住妖君，你们快追！这头纯鸟交给我，所有一方弟子速速入昭华长老，修复结界阵眼。 来助你！结界需要人手，你们也去帮忙。遵命。几只丧家之犬而已，远不是凤剑师和爆蒲长老的对手。 你们神医道天，剑法还算不错。过奖了。
远不如当年的屈盟主。结界修复完成，柳花宫安全了。诛杀他们，一个不留。乌芒校尉已布下法阵抵挡妖君，你们速去助流花宫弟子修补结界。这些鸟儿仰仗双翼。乌芒校尉已布下法阵抵挡妖君，你们速去助流花宫弟子。不急。Thank you.
小妖的爪子有那么大，要不也是神医道具的女人，这还算爪子？神医道天与天玄教都在清理下，可是长老们却不是神医道我们潇湘蟹吗？就在武林。香而不俗，回味久远，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好茶。要是我没尝错，里面应该……我。给这么多人喝过，只有你尝。我还有些事要和你们方主商量。这个容易，以后我让助手把新来的弟子烧了。居然这么近，我这包点心你也带着路上吃吧。刚才只差一点，如果再来一次，那我就……刚才你们说双禽节是流花宫特有的节日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听说惊蛰教在流花宫抓了不少灵狐，想把他们练成剧毒的阴兽，难道你真无痴此人只爱练剑，对阴兽倒不敢。什么之不对不对，是什么之？《易经》中那些以毒攻毒的方子虽然看着可怕，但也不失为救人性命的法门。我们帮人修习香云绕，诀窍在于运气平和，使灵力如涓涓细流进入伤者体内，如此才不至于与伤者体内的灵力发生冲撞。
此外还是灵活变通，形势不同，出招也要随之变化，这些既要靠修行钻研，也需要经验的积累。我听天玄教的大姐姐说，莲花宫外还有许多地方。要是我没认错，这边栽种的应该是怀玉草吧？我曾经也用它给一位老朋友治伤。表面上看没什么事，可小心，怀玉草秉性湿热。以你们的体质，不能服用太多。能加速伤口愈合，洗髓散能消除体内瘀滞之气，恢复灵力。就那这你。听说是太和宫与你们公主江看花有些旧怨，详情如何，还得去问那位世元了。咱们神医道天只是众多门派的联盟，除了真正的盟主，谁都不能随意指使。只要戮力同心，共抗妖邪，便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区区这点误会又算得了什么？况且自从我当上这个长老，受的连累还算少吗？既然你们都不愿先开口，那且慢动手。预知前尘往事又有何难？用得着动刀动枪吗？是啊是啊，借摇曳玄梦剑一看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？摇曳。
你亲手杀死青若师祖，得报大仇，为何还要伤害那些太和宫弟子？他们连师祖的面都没见过。我看见他们身上套的那层皮就讨厌。你罢了，只要你肯好生庇护玉藻，待我回太和宫之后，这些罪责我都会一力承担。我与青若那畜生不同，答应过的事情绝无反悔。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就不会让人欺负玉藻。多谢。当初我百般招揽，你都不愿入我门下，如今可知道后悔了？弟子知罪，还请师父开恩，解了我身上的金蝉念香锁。弟子发誓，从今往后绝不违逆师父，只求师父饶了弟子这回吧。是一人当，你的命再贵重，也偿不了别人欠的债。妖护法，这延命骨何等珍贵，你竟舍得用在这小子身上。能让神医道天欠咱们一条命，我看没什么不好。好你个舒幼铎，平日里不声不响，做出来的事却比功效还讨人喜欢。不行了，他的魂魄已经离体，这枚骨只能变命，不能救命。我世元妖王生死之间去了，快追上他。死亡的确也是一种逃避的办法，但他背负着如此深重的悔恨前去转世，下一世甚至再下一世都要被孽债因果纠缠。世元，还记得你的师弟世道吗？他还活着，但和你一样也已面目全非了。倘若缘分未绝，洗刷亲若之罪，还需你们二人相互。是要是准备好了，就去找仙路飞天吧。那你就抓紧我的脚。